看我们面前的三足炉，根据介绍，它应该是某个贵族世家做祭典时用的。在现代，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已经不太会使用香炉了。但在很久之前，它却是许多人家中必不可缺的器具。我还记得，在香道盛行的时期，贵族世家文人清流之辈都有熏香的习惯。 不过，其实我知道这些，是来未明氏以后的事了。那时我刚刚抵达此地，对很多事物都很感兴趣，而这里的一切，又都和斯沃尔特截然不同，琴棋书画，茶酒食香，都十分奇妙。所以，或多或少，我都去了解了一些。当然了，也谈不上了解得有多深奥。 大部分只是浅尝辄止，为什么不再深入？怎么说好呢？因为兴趣只是开始的契机，想要坚持下去，需要一些特殊的感情寄托。那个时候，我身边并没有一个人，让我产生做这些高雅闲事的乐趣。 但现在不一样了。与你一起品香，是一种来之不易的体验。你呢？愿意花上一整天的时间，来做这一件富贵闲事吗？好，答应就不可以反悔，不然反悔的后果。 现在就先让它成为秘密吧。我很期待一同享受芬芳，分享美好的那段时光。 你在看这件古钉三足炉，它的确很精致，颜色纯正而又饱满，造型也很精巧。你过来看，它的炉腿是不是很像兽足？之所以采用这种样式，不仅是因为兽足在那时象征的凶猛，能够扬威驱邪，御宅护财。 还因为它有着幸福安康、福禄双全的吉祥含义。没记错的话，那两圈凸出来的花纹是骨钉纹，古代较为流行的瓷器花纹之一。其实关于它的名字，还存在不少争论。有说是因为它像固定骨面的骨钉。 也有说钉式的形状像圆骨的，我倒是认为，不管是哪种解释，都很形象。你呢？看了这么久，对它有什么想法？有距离感，想深入了解吗？那要不要等参观结束以后？ 我们去博物馆的文创分享区看看。我记得那里在举办文化沙龙，正好可以多了解一些藏品背后的故事。难道我的表情太过明显，还是被你发现了？我的确联想到了一些事情，是关于我和你的。我是在想。 我们一开始见面时，你对我的感觉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有距离感，而又想多了解一些。看来我猜的没错。不过也正如你所说，现在与从前相比，肯定有了不小变化。就比如现在的我。
只想花费余生所有的时间，与你一起去见证世间的千万种美好。无论是山川风雨，还是日下星河，都想和你亲眼铭记。